有时甜蜜，有时怨叹流目屎。人生的滋味，好歹嘛有分时阵，欢喜甲失志，拢是人生的体验。疫苗虽然出来了，但是疫苗的效用，哦，能不能确保，可能大家还都是有个疑问。我们的口罩呢，除了阻隔以外，它还有银铜钛的纳米建度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口罩呢，第一个它的感觉，它的抑菌率特别高，别人的口罩是 95% 以上抑菌率，我们的口罩呢是 99%。高之高，所以细菌不会粘在上面而变成是花臭，它粘上去就死掉了，所以它又不花臭。第二呢，我们的鸭损可以设计的特别轻，鸭损就是空气的阻隔，一般的那个鸭损会 4.5 到 5.0， 我们的鸭损只有 2.0 甚至 1.99， 所以戴了我们的口罩呢，你长期的工作你不会感觉到呼吸的困难。那我们更期待呢，在这个医院的系统也可以有一些的贡献。那所以我们感谢医院给我们机会。谢谢。当张董事长这样的一个善心义举，尤其他这个口罩，他自己里面有织了一些，参加了一些高科技的一个成分，包括银啊、铜啊、钛啊这些，所以对口罩的这些防疫，除了说过滤这些不必要的这些危险分子以外，另外还有杀菌的这些功效啊，同时可以保持口罩的这些清新的一个味道。因为在医护人员长久戴口罩，难免都有一些异味的感觉。那如果能够消除这种感觉的话，戴起来在工作上，在整个生活上会更加方便，更加舒适。我想有一部分我们会用在我们的病人跟病人的家属，还有一些来院的民众，让他们同时一起感受到那麻子的这样的一个慈悲的一个心怀关怀啊，同时保佑，除了说对医院的医务人员对他们的照顾以外，也能够感受到麻子的照顾的一个心啊，同时也能够感受万泰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口罩的一个不一样的感受。那另外我们当然有一部分会用在院内的一些员工，让他们也能够来好好的使用，啊，感受麻子的价值。白山屯麻祖祝福咱合家平安，喜迎麻祖庇佑，万泰照明。